我这个戏啊，其实到最后大结局戏份都是我，挺身而出，势如破竹。我们组合的名字就叫公理特工队，组合里都没有我的名字。全力营救，两颗手榴弹够把那个都炸死了吧？两颗手榴弹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娘啊？原子弹、大炮、飞机、直升机。我不喜欢打打杀杀的那种，外婆就喜欢看那种喜剧片，无厘头那种。有种你在生哥面前动我，来啊，把他嘴封上。我尽量配合还不行吗？像这种情况我可能没有那么风骚。把他鞋给我脱了。谁放屁了？这位朋友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，但是你的当务之急是修轮胎，所以你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OK。 很好看的。不如说一下你拍戏的经验，明明是文戏来的，怎么会有动作？ SD 卡到底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现在我们这一系列案件的导火索就是那块金表。那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找这块金表？因为这块表里藏了一张 SD 卡，记录了整个毒品产业链的罪证。而现在这块金表不见了。那张 SD 卡早让我拿走了。上车追。我喜欢啊，一定要大片，场面要大。我想自己来。我演过那么多电影，剧本上都是这么写的，这都是编剧的套路。